单位注意，佐敦道、弥敦道交界，利新珠宝全部翻地，好，快啲！李坚被警方包围，立即起械投降。要咩？我一个咩？死者证实系在逃疑犯徐康，死亡时间大概系昨晚嘅3点到5点。通缉犯汪新元怀疑同徐康因分赃问题发生冲突，将佢割喉杀死。所以无论如何都要找到凶手出嚟，将佢绳之于法。又大又细，你咩都唔好理。不如我哋避一避先啦。佢有潜入仓鼠，佢先会点？我有事出去出去。早啲翻啊！搞掂埋佢，有教训。